来准备。这边打东根朱明镇。哇！鲁峰。哎，清楚。那鲁峰的小腿是七啊，再读好看。他们打得很认真。加油！准备。是打专业的人啊，这个。对。手。这边大东跟朱明镇两个人有身体接触。来了，鲁峰。哦。绝对的身体优势。太难挡了，肯定自己打，我知道他的，我了解他。张宁，来一个吧，来一个。刚刚打的时候，浩然被鲁峰连打了两个球，其实我内心是有一点点着急的。我想急于把比赛结束，把比分拉开。大东面对张宁。哇塞！哎，我觉得张宁没打好，我觉得他就是太急，他太想 impress 我们。我喜欢大东，喜欢大胖子。Big boy。拿不中，张宁拿到篮板。我觉得张宁都一直不传球啊。进攻犯规。带球撞人是不？带球撞人啥意思呢？就是带着球去撞人。当进攻球员在持球移动的时候，与防守球员有身体接触，并且防守球员在接触之前就已经提前站稳了。你说人家站好好的，你上去就给人撞了，你说能不吹你犯规不？你对不？所以这时候进攻就会被吹带球撞人了，明白了没？拜拜。进攻犯规。哎呀！他不传球。进攻耶哦，终于有点感觉了。哎嘿，传呀，一包就传了。夏浩然还是找到张宁，有没有机会？张宁找到朱明镇。朱明镇的三分，朱明镇 three。他的方式，小然找到朱明镇的三分。这两个队要给好多件球衣，我也觉得要给好多件球衣出去，我觉得。但是我就喜欢他们俩，你可以选一个，我也挺喜欢他们俩。这两个小个我觉得还行，那个不传球那个也还行。张宁，他值得晋级肯定。朱明镇的掩护，这哥们运球，这哥们肯定值得晋级。Easy，
黑队其实说实话配合很不好，掩护都没有。打得非常惨烈，我被很严重的包夹。这组拼的真积极啊！小心小心小心！这是总决赛吗？这是这场球是总决赛吗？好像是。大东，你要防出来了，大东。险些 and one， 好两罚，这局是好看啊，哈哈，很激烈。好的，第一罚命中，两罚全中。朱明镇，朱明镇，两罚。好的，第一罚命中，两罚全中。43.3秒的时间，黑队要加油了。打灯要位，跳！哎呀，他们的包夹来的那个角度啊，这非常的刁钻，我根本看不到，感受到了他们的对抗性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来自一个人的，而是来自他们整个队的。3秒、2秒、1秒，有了。OK， 那比赛时间结束，一场不错的比赛啊。我没有得分，我觉得我就掉到他们的圈套里了。输球真的是，我有很大很大责任。你怎么想？我觉得我会选朱明镇，他是他队的最稳定的一个点，而且他是他队的胜利的功臣。来吧，请受。我觉得也是应该的吧，因为我们几个都是挺努力的。我觉得我们应该三个人都能拿球衣的。我觉得浩然有潜质，有潜力。我懂。你懂啥呀？你又懂。什么你都懂，你懂了你今天没进几个球。我懂你帅。你懂谁帅？你。我也懂你帅，来吧。从一号位上面来说，我觉得他的突破呀、速度啊还是挺棒的。如果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训练，我觉得他成长的空间会很大。那失败的队伍好不好？张宁没有吗 ？What？ 鲁峰刚刚真的是我们集体认为表现不错的。老实说，我是一直很喜欢看哦，就是比较花俏一点的运球，或者，但是没想到稳扎稳打也可以让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你了。但是要经过领队的同意，你们三位领队，我想给鲁峰，可不可以？因为我们的规则是这样，就是说 OK， 输的那一方呢，只要我们领队愿意要有给球衣，但是必须得三个领队都同意。同意。我同意。我觉得他打球可以的。我觉得我这六个最喜欢的球员就是你。你是 这场我最喜欢看的比赛 I mean 的球员。谢谢老师。所以我想救他。哎，在这场比赛打的时候我就说了，大东我是一定要的。我也很希望我的球队有这么一个给我安全感的一个男人。大东，你能扣篮吗？来。
他够大够壮，我觉得需要一个这样强力的中锋去抢篮板啊，去挡拆啊。李易峰的安全感我承包了，大东我是一定要的啊，就看三位领队。那都送吧，好不好？就同意了。好，继续加油了。张宁没有吗？他把张宁忽略掉了。怎么样都应该是张宁才到那个什么夏浩然才对啊，给了后卫肯定要给他，那个人比后卫厉害。左边的，我知道你很会得分，可是你需要相信你的队友，知道怎么跟你的队友打，因为最后这个比赛不是一对一。我觉得如果你打一对一的比赛，你会表现得很好，可是当三对三或五对五就会改变很多。这场球打的确实是不好，确实是在赛前过多的把浩然当成是孩子了，我更多的想去承担，我想带他晋级，可能把力量啊或者精神啊一下涌的太多了，所以收不回来了。我觉得因为你的天分很会进攻，我会送一件球衣，可是你要到下一层，我觉得你真的需要用你的队友比较多，相信你的队友，然后团队合作比较好。浩哥，浩哥，我刚有想过这件球衣，我很想要，很想要，但是我说实话，我不希望以我这种表现拿到这个球衣。豪哥，我不是说想要拒绝四爷或者拒绝您，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实力，我希望把我做得更好，来更值得拿这件球衣。如果有机会还有这个待定的话，我可以选择待定，因为我现在这个表哥，我说下他，我心里是我很惭愧。好，我觉得挺有性格的，他这么做真的就是怎么说，男子汉吧。我尊重这个想法，我觉得因为我看你打的时候我知道你很会打，所以希望下次你打得比较好。我觉得我也想再看他再重新证明一下他自己。 对我也是想看，我也觉得同意，我还想看你打一次，说实话。对，可以，同意同意，没问题。好，因为每个球员他们打球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些比赛就是表现得很不好，可是很好的球员都会下一场或者 you know, 就会bounce back really well。 这五件球衣了就剩你了，你下回大家还想看你打一场。我会让四位导师满意，我才会得到这件球衣，这是我的信条。 OK OK 好, 好，加油。爷爷，我从小一直的信仰，我